洋妞也没给兄弟们看看，我说实话，在澳大利亚没见几个洋妞好看的，还不如国内的妹妹多，还不如刷抖音你们一天刷的多，真的，没几个好看的。可能是我审美问题吧，他们说有挺多美女的，我看了没几个美女。澳洲汉堡怎么样？这两天吃的那个澳洲汉堡，比英国汉堡好吃多了，很 juicy，很非常 juicy，非常新鲜。我夹了3个蛋，它那个煎蛋都是新鲜煎出来的，很香。明天再玩一天，然后后天就到了，后天就回国了。多少斤了？妈，来这天天吃的又胖了几斤，真的。回去就减。这几天都玩什么了？都玩了一些，去那个黄金沙滩呢，黄金海岸，去冲浪去了，玩玩水，吃吃喝喝，感觉什么都玩了，又感觉什么都没玩，你知道吧？吃啥海鲜没？吃虾比较多，他这边牛排和虾，比较便宜的。怎么评价安努回归？不予置评。我不随便评价，好吧？您评价，您看看贴吧呀。看其他主播评价去，我不评价。为什么王虎消失了？因为他在忙。来澳大利亚这么久，没见过袋鼠，没见过袋鼠长什么样呢？真的，哎，澳大利亚那个袋鼠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看的，还不如去动物园看看呢。动物园我都看过了，本来来澳大利亚就没什么想看看袋鼠，能不能快点回来？今天九号嘛，今天已经九号了，在澳大利亚这边已经是凌晨2点01分，国内时间是8号的11点钟。我就是一会儿呢，就是马上九号了嘛，我10号回来，对，最后一天了，今天最后一天了，然后明天的中午的飞机，晚上就能回到家给大家直播了。留点电池，留点电池。说就走了。妈的，刚跨完就死了，有点倒霉。我说实话。Oh my god！我去拿那边的物资。
帮我，帮我！快抱团，快抱团！不要散开！来，跟我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！我杀两个了，我杀两个了！来来，这边防御起来！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这也被收了，留点子弹，留点子弹，子弹很宝贵。看谁打架最炫的，留点子弹。这有两个人，对，等等，留点子弹，我给我分点子弹给你，你没有轻型或重型，给我一点，够够够够了，那我们去炫他来，去炫他来，炫炫炫炫炫，你好，兄弟们。两个两个发过。这个是锤啊，哇，是四个小店，随便拿，稳了这把，我们稳了，后面有人，干了干了干了，快点快点，啊！怎么死了一个？走走下，换甲换甲，换着甲下去，换着甲往下滑，换着甲往下滑。哎呦！躲躲！我被他痛麻了，这个人。抱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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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团！稳一点，稳一点，可以进来，躲着，躲着。冲我口令，我们一起冲啊！分把枪，分把枪。打一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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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一楼。上楼，上楼，下面全是人，上来，打上面吧。上吧上吧上上，快快快，在外面小心阳台窗口，我们外面一楼贼多人，打完了啊，跟我清清了他了，把钻打好了，来把那个蛋那拿了，
菜皮留个岛跟我啊！来，一会儿我冲的时候跟我。好了没？操，正在被打烂了。我们走楼梯下去吧，不走外面。来，跟我走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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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冲！冲啊冲啊冲！嘟嘟。外面来人了。放几个，我上上楼放放一个。我操！哎，上人了，左边，看一下看一下，顶一下菜逼。下来下来，慢慢来，进来进来，没药了，我们得下去停点药，我没多少药了，我先拿药。我隔板，我隔板，我隔板，下来一楼。活着，活着。过来，活着，过来，活着。这弹药，这弹药，快拿，快拿！再丢一个，来，给你两个小药。我们打完那个小药，上来给你打个大药吧。我们外面有人啊，在用我隔板，听到没？他用我隔板，就墙外面。打完没？跟我走。我感觉在头上啊。在外面，拉人，先拉人。菜逼，后面。决斗，决斗！丁明现在干嘛呢？发呆，苦活被人偷死了。我真服了，你卡了。没事没事，小事。好了，今天直播就先到这了，兄弟们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见啊，明天来，明天到家了，明天到家了，今天已经九号了，明天晚上会开播的，大概是七八点左右吧，明天七八点左右来。